我们来到这个云大师的这个工作室啊，感受到的是一种很大的这种能量场，星空浩瀚，和光同尘，就是在一个很宏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，然后那个他的这个画作也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，对颜色呀，包括对这个造型的这样的组合处理啊，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样的、不同凡响的一个空间领域。我觉得很受益啊，很受益，非常感谢。